害怕了。哇，好的，谢谢我们女孩，也谢谢现场所有热情的好朋友。今天的活动呢，非常开心，大家呢一起来到这里哦。同时呢，我们主办单位云林县青浦教育基金会哦，也在我们地方的这个文化活动、地方活动、公益亲子关系活动呢，甚至是体育赛事呢，都相当的用心哦，因此呢，特别的举办这个活动哦，在我们的在地的虎尾来进行活动。那今天呢，我们的大家长虎尾镇的镇长也来到了我们活动现场哦，让我们呢掌声来邀请我们的大家长虎尾镇镇长丁学忠镇长。镇长好。虎尾代表会主席林嘉宏林主席，以及我们青浦教育基金会的伙伴，现场我们各位好朋友、各位爸爸妈妈、各位小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好。感谢我们青浦教育基金会，我们董事长嘉俊委员在假日为我们举办非常多的这个属于亲子的活动，我讲台语就好了。咱每一个族群的融合，就是爱透过的活动来甲媒介吼。啊，咱这个龙柏公园遮，这嘛是一个足好的一个所在，会使予咱的小朋友伫遮做一寡休闲活动，诶，足好的空间。所以未来，我要地方所和县政府以及代表会，诶，极力来开垦这边吼，让我们这边成为一个成为一个亲子游乐设施的一个主题公园，让我们爸爸妈妈还有阿公阿嬷哈，假日的时候要带我们小朋友去玩，有个好的去处了哈。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努力啊。最后祝福大家新年快乐，心想事成，事事如意。谢谢，谢谢，谢谢王镇长。哇，谢谢镇长呢，在地方活动这么的用心哦。